盘点小萌奥半夜不能做的事。一，千万不要在半夜玩手机，不然会被家长发现，你就芭比 Q 了。二，千万不要在半夜玩蜡烛，因为你可能会一不小心把房子烧了。三，半夜不要关灯看动画片，不然你的眼睛容易近视。四，半夜不要一个人蹲在厕所太久，否则你的腿会麻掉。五，半夜不要走楼梯，你可能会因为太黑不小心摔倒。六，半夜不要把吃剩的东西放在卧室，因为会引来蟑螂。救命啊！七，半夜一个人走在路上千万别回头，因为你可能会撞到别人。烦死了。八，半夜在梦里千万不要上厕所，不然等你睡醒，你会发现你尿床了。